A 神艾维奇在离开我们一年多之后发布了最新的专辑，歌曲仍然让人充满力量，引人向上，只是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。这首歌虽然很早就有版本流出，但正式发布还是让很多人兴奋。Vocal 由酷玩乐队主唱山玉担任，空灵治愈的嗓音配上天马行空的旋律，使得这首歌更像是一个礼物，一个来自天堂的礼物。先行发布的 SOS 已经让人欣喜若狂，但是看到这歌名又让人若有所思。虽然歌词表述 A 神的自我挣扎，但是旋律却是灵动轻快，好像他笑着跟你说我没事儿。这首歌未正式发布时，名为 In Your Arms， 曲风融入多种元素，让人耳目一新。但是他希望这首歌能够由一对真正的情侣或是一对夫妻进行二重唱，最终选定 Vajas 和他的妻子。这首最早出现在 True 专辑中，这版梦龙主唱撕裂感的声线和富有爆发力的演唱，使得这首歌更加完整。尤其是那一声声 Where are you， 像是在呼喊你去哪儿了，快给我回来。那最后就在这首歌中纪念 A 神吧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啦。Where are you?